谁生日？你生日，爸爸。许愿啊，这么快啊，已经许愿了，许愿了。这个流程你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哇哇，是一片一片的，还没。这个就可以看的，不用看。切生日蛋糕，切生日蛋糕，没得切。答对。哇！今天62岁啊。26了。26。我弄啊。这样是反过来的。没有，你猜在其中一个就好了。哦，我怎么记得我也才刚26？对啊，好像是。说5年3年前26。26。我6年前26。好熟悉的数字哦，我是不是过？你不可能要吹了吧？为什么我点不吹？等一下啊，天天在底下。在爸爸旁边啊。这里，这边。还有盖呀，盖呀。还有。过来，过来。阿月，阿月生日，阿月生日来。来，快去。生日礼物的人。快。你怎么也有生日礼物？为什么你们都有生日礼物？你怎么也有生日礼物？生日快乐，三个都有。去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Lawrence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还没许愿。希望那个身体健康啊，第二个愿望，我是认真许，我是真的在认真想，多出一点国，好不好？多出去玩啊，赚大钱。好，第三个，女儿。哦，好啊，好。一样给他一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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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的，这样也好方便哦。对啊，这样好方便，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而且每个口味不一样，各种口味，它不用再切，不用切，不用分。对，爸爸的，但应该会贵一点吧？做的，谢谢。谢谢，十片，十片可能这要500-600要，这一片六，真假的，所以会比买一个蛋糕贵哈，吓死，120几，还有560，那你先吃，你吃不完给爸爸，那个片都大吓死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是什么 ？Cheesecake， 他吃这个 ，Strawberry， 他吃不完给你吃。你要这个吗？你还这个？好 ，Make a wish。你哥哥，你要吃巧克力？你跟我吃草莓啦。草莓那巧克力感觉很咖啡因哎，看起来整个都是巧克力，满满咖啡因。好，这个是凯尔的。哇，这个不是巧克力，这是纸。你问妈妈是不是？对，它是纸。对，妈妈问你，它都是纸，它没有是巧克力。对呀、啊，很奶油。波士顿派。比巧克力还要好吃。对啊。哪一个是纸？这个。这个。这个吧，这是纸。他们以为是巧克力，结果是纸啊。我小时候被骗惯了，你如果跟我讲是纸，我到现在也不相信。我觉得一定在骗我。你要求证就可以了。没有，你自己学。
觉得你们就是要骗我。那我们在这里，哥哥，我们在这里。啊！120。我记得蛋糕一个120。应该是有120的，有70-80的吧。还有那个泡芙，对，那这个是这是芋头内馅诶，哇哦！你先吃这个，这个也是有两个芋头，两个草莓啊！我忘记你们少许一个愿，什么愿？早日拿到 iPhone 14这样。哎，那好，再吧，我这里你的这是 next， 这是 next， 叫你长不长不要，不要浪费一个愿望是不是？很美乐的。就就他买每一年一个颜色，就是这个吧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冰糖在哪里？你们说不要？没有，我是那个要那个啊，中华电信的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嘛，就是。而且那个托你的那个，对啊，嗯，你那个当天还可以直接拿，很厉害。你那天已经很晚了，你那边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不能。啊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买就好？他要512的，他不要256。啊，不行啊，你有规定是？他有规定，他只有规定有几个尺寸，然后颜色是。哦，只有 Max 可以，只有这一台，他每次都破的，破256，破的256，自造。我后来也换512，就懒得整理。对啊，其实256就够了，对我来说256很够，因为我用云端啊 ，Google 啊，哦，其实就传一传，删一删，只是懒得删。对，会懒得删，买一 T 的好了。哎，好像有一 T 的，对啊，就是越来越便宜，对啊，越贵。1000，结果我手机还可以卖到2万多块，很多哎，吓死人！卖2万，卖3万，我买4万卖2万，等于说你只用了2万，对啊，2年2万，一年花1万，一个月花800就好了，真的？哇，你真的卖掉？1个月800，其实很便宜，我等于说每个月用租手机成本800，对。现在那个啊，有那个 PC 用还有提供那种。我之前就在算那个啊，就是他一个月是2000多块加保险。我后来发现自己，如果你是懒得卖的话，你买他的很方便。可是如果每年换新的。但如果你有管道，比如说你在虾皮卖，或者是在朋友网络上卖一卖，你有管道的话，自己卖会赚超多。哦。像我去那个中华电信，他跟我直接收，才收11000。所以你直接给他收走了？当然没有啊。他跟我讲说，哎，11000，然后我就马上上虾皮查一下。现在资讯这么发达，其实要被骗也很难，是吧？嗯，对啊，除非你真的是就是他讲什么就相信。对，现在很多骗子也没有骗他，就是因为他公司大啊，成本高啊，他跟你收这个钱。结果摩托车买80000，结果卖掉的时候只卖9000。啊，你说我的 G6卖掉剩废铁9000。你卖了那个是爸爸送你的第一台摩托车？没有，我爸叫我卖的。我妈送我的摩托车，还一直叫我卖，我就舍不得卖。真的，就18岁的第一台摩托车啊。可是后来还是报废了。对啊，连钱都没有。对啊，连钱都没有。因为要卖的话，他说要先修。哦。修好像还要1-2万，然后他就会扣一些钱这样。嗯。9000不错了，加减。对。你不要动。对啊。你的布鲁托。星光三月是一次新品。哦，是哦。我们只定一款。只有一款。还有紫色吗？有紫色吗？就是紫色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就是这一款啊，深紫色。那就先登记这样。对啊，登记就可以拿。酷哎，嗯。明年啊，明年就那个 iPhone 真的超保值哎，你看我现在如果明年如果再卖掉再换新的。今年还没达标吗？不过我看到 Apple Store 有现货，我也先买了。如果有的话，你说啊？如果我等不到吗？等不到是？跟我那些问题都还没有，给我们去抢吧。是哦，全部都卖光光。我们去抢抢。还要想选颜色，什么颜色都可以。阿Q，QQ，对，有小花吗？刚买的，对，是不露什么东西。那你一买就买得到壳啊？你说手机壳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真的很好笑，就是我其实就跟他讲说，我壳早就那个你们的那个 Testify 我就先买好了，嗯，然后他就硬要卖我，就中华电信就硬要卖我壳，他说400块很便宜，就是有充电器，不是，这 Testify，嗯，有充电器，然后又有保护膜，又有那个壳，嗯，对，400块，对，你要加400块就好，现在特别优惠，我说我真的都买了，结果讲到最后他说啊，没关系，再送你。他坚持要我拿下那三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他们要销一些东西吧。再后来你要自己去买。我原本就买好了，我是真的买好了，提前先买。对啊。那我昨天那这个 Mega Safe 这个很好用。
没有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缺点是，我之前是用那个 Moff 的，可是这个很稀，这个比较稀，比 Moff 还稀，但是它不能当做指甲用。Castify 的也有这个，就是 Castify。哦，这个是。我干脆就整个一起买。Castify 这个，哦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比较好吗？它是就比较稀啊，可是我不能看电视，就是我不能这样子架着看。我的 Moft 它是这边可以凹下来，所以就变成一个手机支架。哦，对，就不行，还是有差。继续，可是真的很稀，要真的很稀，超稀。那如果放卡我再掉，稀两倍，我还没放过，我等一下放。嗯，我刚拿到了，因为我的这个 Casper 也是刚来。我觉得这绳子也很重。哦，很流行，很流行这个。它这个就是那个，它有一个这个，所以你任何手机壳都可以套。哦。然后就直接这样，必要时候就把它拿掉，这样。嗯，好，要说这样把它弄起来。这是你们后来已经来的，还是这是我们自己买的？哦，和前一阵子买的。他们家不便宜耶，这一条1000多块。对啊，超贵。然后会送你的这个，这个单买好像是3-400。如果你觉得绳子太贵，是你可以单买这个，然后自己穿上两次，因为现在绳子很短。但是绳子要看，那有些材质会过敏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比较好。对啊，还是要好一点。贵有道理。拜拜。它是鱼肉。你也擦这个。它是那个。